你们不是兄弟吗？难道你不希望他家庭和睦吗？当然，我当然希望他家庭和睦。但是，你没有必要因为唐子怡而委屈你自己，也没有必要因为可怜我而嫁给我。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真的想多了。 刚才真的是我想多了，喝了点酒，有些冲动。
大哥，什么要紧的事儿？这时候找我。我是真想死在战场上。起来了，吃早饭吧。最近督军府事情比较多，可能要开战了。今天我就搬过去住。那你照顾好自己。有空了就回家，我在家里等你。
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平时你们吃的是脑满肠肥的，他妈了个巴子的，一打起仗来，你他娘的都尿了裤子。大哥说了，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你们以为老虎是吃素的？把第六混成旅旅长鲍德山，第二十七师第106团团长严宇成，第10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徐玉山，给我押上来。一个旅长，两个团长，临阵脱逃，贻误战机，一路上对老百姓还奉节掳掠啊！不杀不足以严明军纪，拉下去毙了。吴司令，吴司令，你我可是跟督军一起拉杆子闯荡过来的，你帮我在大哥面前求求情，饶了我这回吧，司令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你他娘的死也给我像条汉子。你们的家属我会照料好的，拉下去毙了。司令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，司令！饶命啊，司令！饶命啊！仗打败了，败的窝囊，不杀几只鸡给你们这些猴看，不知道军法是咋回事。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别垂头丧气的，振作起来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就损失几万人吗？奉军还在，大哥还在，东北的地盘还在。妈了个巴子的！北京政府在吴佩孚的压力之下，免了我大哥的一切职务。你说，他妈了个巴子，吴佩孚这个老小子啊，他把自己当成个大盘鸡使了啊！不过我大哥还真不尿他了，从今天起吃饱了喝足了，谁的话也不服了，宣布东三省独立。我大哥再也不当那个破督军了，现在是奉军的总司令了。你们先别高兴啊，常言道啊，人呐，吃100个豆，别不嫌腥。你们给我说说，这次仗打败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卑职以为，吴佩孚这个王八犊子，他是秀才，他的花花肠子比咱们多。司令。冯玉祥如果不把队伍从西北拉出来到河南驻军，让这个吴佩孚没了后顾之忧，那老小子不敢跟咱比划。哼，拉不下屎来怪茅坑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张学良、郭松龄的话，那才叫一针见血。我们奉军的素质太差。就说你童永功吧，你是前进的把总，武举人出身，就会个一马三箭。哦对了，你是旗人，叫什么国语骑射，那开枪的是后学的。古仁义还有你到，你坐下。你当过几天保险队，又当过几天胡子，在座的大部分那都是野路子，是吧？
都给我听好了，打阵地战不是扎响摇，得有战略战术，军队不是柳子啊，得有严明的纪律，正规的训练。我大哥同意了小六子和郭鬼子的意见。哈，小六子就是张学良，郭鬼子就是郭松龄。郭松龄和小六子建议我大哥整军精武，就是部队从上到下回回炉，让正规军校毕业的军官归拢归拢你们这些横七乱窜的教旅。除了童永功，城防部队的军官们都他妈巴子给我上学去。咱都多大岁数了，上学去。吴仁义到。嘀咕什么呀？没嘀咕什么。不想去是吧？司令没不想去啊，刚才我正跟他说，我是小时候光顾淘气了，没好好读书，得回回炉。您看您就让我们上学去了，愿意去。这次跟吴佩孚打仗，你为了掩护奉军安全撤退，仗打得不错，我大哥赏罚分明，提拔你当了副团长，你可别翘尾巴。不敢。妈了个巴子，不愿意去也得去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到了讲武堂，不管是团长、排长、营长、连长，都他妈巴子一个样，都得从一二一开步走学习，听清楚没有？是。你们来了，坐下坐下，坐下坐下，坐下吧，啊，坐下。我叫你们来是替我大哥传达命令。坐下坐下坐下。唐子义啊，到。别给我大哥当侍从了，我交给你个苦差事，给我到警察厅当副厅长去。报告司令，警察这细致活干不了，我让你干的是个粗活。坐下坐下。是。这次的整军精武不光是军队的正规训练，还包括扩建兵工厂，杨雨婷督办。干啥呀？自己造枪造炮造弹药，还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的总办。干啥？建立自己的空军，还在葫芦岛办了个海军将校学生班。干啥呀？啊，建立我们自己的海军。哈哈，对了，还要办一个东北大学，在国内谁的学问大，花多钱请啊，调不来的没关系，当客座教授给钱呢。南开大学教授月薪是大洋240，北大清华是300，我们呢给360大洋。好事吧？啊，他妈了个巴子的，难办呐，要钱呐，那库里一文银子也没有，还欠外债1000万，每年亏空200万，没钱怎么办？这都要钱呐。哎，我大哥想了个办法，把警察厅厅长王永和调去当财政厅长。哎呦，这可是个人物啊，跟我大哥说了，只要我大哥支持他，不听闲话，3年之内就能把外债全还清了，还可以自给自足。我明白他的意思啊，钱在哪了？啊，不在穷人和老百姓手里，是在富人和达官显贵的腰包里，在有权有势的豪强手里。唐子义啊，我让你到警察厅，就是让你给王永和撑腰杆子。你记住，就是皇上二大人，你也别怕，谁要不老实就给我抓毙。这个活你会干不？嗯，这会。
我就知道你小子来真格的时候啊，六亲不认。孙志毅啊，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，跟蔡锷、蒋介石是校友，对吧？是，但是我没有毕业就回国了。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你至少学个半拉架，日本士官学校的严明纪律那是没得比的。所以我大哥说了，你别在司令部当参谋了，调你到讲武堂当教官去。郭松龄、郭鬼子也去，是小六子张学良推荐的。郭松龄是小六子的老师，啊，你有什么困难多向他请教请教。总之，要严，严格、严肃、严厉，把东北军训练成铁打的队伍。是。王永和，唐和义，欢迎欢迎。我们财政厅啊，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你这一来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王厅长过奖，打今天开始，子怡就归厅长指挥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。好，好，好，坐，坐，请。啊，子怡，此次进关是到北京了吧？是。那有没有看见天安门前的华表？王厅长说的是那个盘着龙的石柱子是吧？对，瞅着了。知道是干什么的吗？王厅长，子怡一介武夫，是个粗人，确实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啊，是这样。据说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华表，在那个时候，华表是竖立在交通要道旁边的木质柱子，一方面呢作为识别道路的标志，同时还有另一方面，那就是让人们书写意见。所以说呢，华表木也叫诽谤木。诽谤木。对，我们没有华表，但是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还是执政者不可或缺的呀。王厅长是想听听老百姓怎么说是吧？对，要想扭转财政艰难的局面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富人口袋里把钱掏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又不是杀富济贫的江湖好汉，富人的钱也不是随便掏的，要掏就得掏得合理合法。王厅长指教，如何合理合法？整顿吏治和查捕税收。前者呢，就是让那些贪官污吏把他们的非法所得掏出来；后者就是许多土豪劣绅，他们隐瞒土地，逃避皇粮国税。但是，谁贪污了，谁隐瞒土地了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总会有人知道。我草拟了一份布告，让所有的知情者尽情揭发，让人们随便说，证据我们来找。啊，子怡，那辛苦你一下，把这个拿到印刷厂印他个10000份，城里乡下、集市村镇都给我贴上，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，我们要查贪官和劣绅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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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查捕税收，望各位市民予以积极配合。凡在整顿查捕期间，来，哎，少爷，看见门口那个布告了吗？啊，看见了，是您让警察贴的吧？我脑子进屎了，是唐子毅。哎，这唐子毅不是张作霖身边的侍从吗？怎么警察贴布告这事也归他管啊？他现在已经调到省警察厅去了，成了我的顶头上司。那看来您会有麻烦了。是啊，
如果要是唐子义让人把这个贴到咱们门口的，那他不等于向我示威了吗？是呀，您想想，咱们乡下那些地可都是黑地，从来没有上过皇粮国税啊。而且咱们的饭馆啊、当铺还有私店都是两本账，这要是查下来，咱们这损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。哎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我听说这负责清查漏税的人是财政厅长王永和，您找他疏通疏通不就得了吗？不行，这王永和是有名的黑脸包公，我去找他疏通，那不等于我自己把自己给揭发了吗？不行不行，这招想都不想。那这世上还有不爱财的？有啊，王永和就是啊。要不您找找小姐，让她给索之义吹吹枕头风。哎，这索之义可是唐子义的拜把大哥呀，他说话应该能顶用。不是，我说你这出的什么主意？我去找玉山帮我忙，他恨不得我马上摔死。再说了，现在索之义和唐子义已经掰了，俩人都不过话了。这样子啊。要不然咱想个法子，对，咱想个法子让唐子义和王永和他们自己把嘴给封上。不是，你别跟我这云山雾罩的好不好？少爷，少爷，这城防司令吴玉相啊，他是张作霖身边的大红人，您呢，您就写一封揭发检举的匿名信，您告他吴玉相引爆田亩偷漏国税。吴玉相偷漏国税你知道啊？这个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我就是知道啊，这人老在河边走，他没有不湿鞋的，甭管有枣没枣，您先打他一杆再说。关键是给唐子义和王永和他们出个难题。您想啊，他们接到您的检举信，他们不去查，这把柄可就落在您手里了。等有一天真查到您头上来的时候，您这条小鱼可就穿到吴玉相那根大签子上了。咱们这叫把水搅浑，然后混水摸鱼，兴许能蒙混过关。这倒可以试一试啊。好，我马上按照你的意思去写封揭发信，揭发吴玉相。这个老东西确实是挺可恨的，我得给他添点堵。哦，对了，我觉得您还可以积极响应他们的揭发检举号召，您可以再写一封署名信，您找一个老面瓜和倒霉蛋垫脚，这样可以转移他们的视线。这个人选倒是有现成的，保证一般就倒。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回去写揭发信和匿名信去。好，走了。哎，少爷您慢走啊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投影。下面我们训练正步，大家首先看我示范。当听到正步走道口令时，左脚向前踢出，距地面约25公分，脚尖下压，腿与身体呈45度角，右臂向前与肩平齐，左臂向后。当听到二的口令时，迅速换脚换臂。大家是否明白？明白。报告长官，正式训练开始。是。
伸左臂，狭隘快进。向前看，向右转，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正步走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，慢走别动，一，把腿抬高，压脚尖，别走偏，动他们什么动啊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打仗靠打枪打得准，那他妈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就是。都给我闭嘴！文艺，出列。是。别他妈跟我叽歪。干嘛？继续。是。向前蹲。起步走。一二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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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，一，你在日本就学这屁玩意儿啊？啊！胡仁义，听口令，立正。老大，真的，这练瞄准、练打枪吧，打仗靠这个，对不对？胡仁义，你有种。哪有你有种啊，你都当教官了呀。执法队走。向后转，正步一，向左转，胡仁义，正步练习，正步走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腿抬高，一，老三，老三。坐这干啥呢？他们老大抽风罚我呢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这财政厅的警察用着不顺手，过来调人。哎，我顺手啊？调我？胡仁义，一、二、一，你顺手啊？顺呐。二，调我。这里通过职务，索教官，这是命令，我来调人。张路生，到，出列。长官有令，调你去财政厅配合唐子怡工作，你可以走了。是。左路生，集合你一个连的兵跟我走。是。
先跟你走。二哥，调令上就我一人。不是，那调令怎么下的呀？老三，我求你了，加我一个怎么了？五十一。哎呦，你可不知道，老大最近疯了。你，老三，求你了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跟老三说句话。我命令你，把刚才的动作给我做五十遍。老大，意思意思，行了，我给你面。你不服从命令是吧？不是，我不服从命令怎么了？我不服从命令怎么了？你他妈把我毙了！大哥，执法队。按规矩处置。左立，你真他妈打我呀？啊，你他妈跟我玩真的？你他妈真打我呀？左立，我他妈跟你没完！等一下，大哥，给我抽十鞭子！妈了个巴子，左立，我他妈跟你没完！左志义，你他妈有胆子打死我！好，我就抽到你认错为止。我错了，别打了，疼死我了。二哥认错了，你错哪儿了？我他妈到这是没对过，什么错都是我的，行了吧？行了吧，大哥，那就再给我抽二十鞭子，我让你长长记性。左志义，你王八蛋！你他妈慢点，轻点，你是牲口呢你？哎呦！这他妈索老大，这小身板我撅不撅？哪天给他撅巴了？